我是问青青的妹妹，今天我来送你一盘新出的草莓蛋糕泡泡杯。这款泡泡杯和普通泡泡杯不太一样，它是这种礼品样式的包装，而且里面的泥有三盒，里面还有一个小勺子。看图片介绍，颜值非常的高，所以立马就下单了。下面就赶紧来玩一下吧。把里面的材料先拿出来，一个大盒子，一盒奶油起泡胶，一盒草莓椰果泥，一盒草莓果酱泥，一个勺子，一袋填充物，两颗仿真草莓和一张防伪贴。先来看一下这款奶油起泡胶，上面好多泡泡呀，我还以为没消完泡呢，没想到竟这么光滑细腻，看着就像果冻一样。再来看一下这款草莓果酱泥，属于半透明质地，戳声很清脆，但是一拉就断，慢慢你拉还是可以的。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款椰果泥吧，感觉这个拉伸性不错耶，捏起来很解压。下面我们需要把这个奶油起泡胶变大，疯狂起泡就可以了。这纹路挺漂亮，起泡效果也不错。接下来就是装饰这个大盒子啦，一层奶油起泡胶，一层果酱泥，刚好一满盒，已经有感觉啦。下面再来放上诱人的椰果，撒点装饰物，真的很漂亮耶，来给你们欣赏一下。先拿一勺，好丰富呀，但是不能吃哦。拿出来直接混合吧，红白相间很好看哦。最后混合出来一份草莓起泡胶，拉伸起来很轻松，手感超 nice。